我喺度系咁睇个动画，即系个抽卡动画，好似真系冇分别噶，出唔出成只都？诶、欸、出啦，诶、欸、两只，一个字绝。各位观众，最后五秒，三秒。转，诶、欸，即刻转嘅，马云禄，好，咁我哋今晚目标真容马云禄，我哋今晚目标咧就用 pick up 券抽到上四火，跟住迟啲咧抽大池嘅时候咧就顺便将佢补埋五火，用几多 pick up 券就抽到，咁而家目前嘅碎片系30张，咁我哋一路抽，跟住我哋会一路会将佢进阶。咁我哋去翻招募嗰度，咁我哋目前系351张券啦，咁我哋而家开始抽啦。直接出嚟，马云禄，再嚟，爆一爆佢。呢、這个应该同大池一样37保底噶嘛，依家15，20，25。喂，真系保底喎、啊！嗱，呢个沙丘应该系保底啦，我睇下系咪？出啦！喂，赵子龙 ，pick up 唔系马云禄咩？目前37马云禄零只。喂 ，pick up 错咗系嘛？第一只竟然就歪咗啦！重新开一开只 game 先。好，头先歪咗，希望今次可以得心应手。你以为37必中啊？梗唔系啦，唔抽中。好似矮矮地喎，今日唔会抽晒300几抽都未有五火啊嘛？佢呢边系机率低过大池噶，即系话呢边保底机会会大啲。喂，同埋呢个抽卡动画有冇唔同啊？我想问，出成只同唔出成只个动画系咪一样？我觉得系一样。好，出嚟啊，马云禄。好，第45出第一只，45出第一只马云禄。父兄之仇就由我嚟报，父兄之仇。俾个五抽中嚟，我收住呢个咩 K D P？ 诶，嗱。掂啦，讲 K 呢啡就出啦，系咪先？仲要几多碎片下嘅？好，50出两只啦。父兄之仇，我继续。好多人都系啤呢个马云禄，集气，马云禄，再继续。继续上，10抽唔中啦，15抽，
我喺度系咁睇个动画，即系个抽卡动画，好似真系冇分别噶，出唔出成只都？诶、出啦！诶、两只，三只嚟，两只马六，系六十五抽，中四只。六十五抽中四只，阿波，呢个十抽，两只马六。再嚟，十五抽，二十，呢个六只换行都唔知够唔够一只三战嘅香香换行，呢边其实抵抽啲嘅，呢边抵抽啲，不过呢边多系抽嘛。呢边限制啲嘅，你就算抽晒，你都未必有觉醒石去觉醒。好似保底喎，系嘛？卅抽，呢个咪卅抽？最难系话冇，话冇通常都保底。好，冇人六，掂啦，再全部冇人六嘅碎片。目前九十五抽，第五只马人六。父兄之仇就由我嚟报。好，希望快快手手中，都算正啦。头先有个五抽中两只 ，keep 住呢个势应 OK 啦。背包啲碎片最后先，背包啲碎片最后先。系抽喺呢度先，爆爆佢！咦，又好似保底 feel 咁样，睇到流晒汗。好似都啱數，一百三十抽四火，加有自由水，咁无火仔都有机五火只，有机噶。我觉得都算高机率，喺呢度都三十个碎片啦。我谂抽多只原只，应该我就上四火啦。呢度系咪保底啊？呢下我中咗召魂，重开游戏有效咯。我头先中咗召魂吓。pick up 喎，系咪未？系咪因为未重新开游戏啊？一重新开咧就中翻马云。好，马云六，总共用咗一百二十五抽，马云六六只，缩翻细少少先，个字右边。好，即刻睇下进唔进街道先，应该进街道啦。保底大把碎片出咗。好，进街道。我一百二十五抽就将马云六升咗做五火啦。啊 ，sorry， 升咗做四火啦，升咗做四火。咁我仲有啲 pick up 券，留翻抽花曼同埋曹丕，应该全部都足够。咁其实都几好中。都幾好中喎，咁我仲有成二百幾 pick up 券添，然後因為今日係星期日嘅半夜嘛，咁一陣間五點會再重置埋啲禮包，咁其實佢呢個所謂嘅 CH1 嗰啲武將其實唔係話難抽嘅，同埋就算抽到五火都唔會話用好多錢，但我見有好多科長第一日可能唔知係抽大池啦，就補換曬所有五火。不过其实如果想悭钱嘅话咧，788蚊唔使买，
就买普通嗰啲礼包，然后抽下大池，再加埋 pick up 嘅话，我啲碎片都未用，所以其实系好足够嘅，系好足够嘅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玩花环队，都可以睇住我嘅抽卡机率参考去计一计数，你哋玩唔玩得起？